疫情期间，佩戴口罩就可以完美的防御病毒了吗？疫情期间，佩戴口罩就可以完美的防护病毒了吗？其实不是的哦，因为病毒携带者体内的病毒可以通过飞沫扩散到远处，停留在物品的表面以及公共设施上，比如扶手上，还有这块光滑的墙上。健康的人如果接触到带有病毒的这些地方后，也是容易感染的哦。所以除了戴好口罩，勤洗手也是预防病毒感染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哦。明白了。